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这是一个男孩到一个男人的成长。小雨，别着急。你好，我叫白小雨。白小雨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普通人。冷吗？有啥问题吗？要不就是看我现在配合怎么样。能听到吗？没带麦，我喊了一句期待得什么。你说他平凡吧，普通吧，他又蕴含着热烈的能量。这次演的白小雨就是一个很看得清生活，对命运有自己很清晰认知的这么一个男孩。还挺有才华。哎，这一篇呢，不是这一杯呢，叫利基亚。我现在要再喝一杯利基亚。到后期的白小雨被生活打压过很多次，当王晶晶开始越来越好的时候，作为白小雨，她是不是会有一些自卑、胆怯了？什么玩意儿？狼人杀什么干了？改密室逃脱了。就是局又怎么样？那么多艺术圈的人，艺术圈的屁！一帮人装腔作势的。你装什么？陈设装腔作势？你整天不在这边中间，觉得很光鲜是吗？那人家说那叫虚荣，那叫自欺欺人。说不干就不干了。啊！你小时候被退稿了，你改过一个字吗？你跟着老蔡做那些有意思吗？你朋友就删那些书，你努力看过一本吗？王俊杰，你想清楚没有？你到底要什么？给他拿一个，把书包拿过来了。哎，冬天的我真的就应该披着一个军大衣，对吧？我不可能穿着这个在露天的这个。有一场戏是他们两个在鬼屋里的一场戏，那场戏呢其实是小雨在跟金金说他的眼睛快要瞎了。哎，毕竟还是有，你直接给我一大逼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当时我觉得哎，这个设计的非常好。我当时没有想到，就是第一，就是确实这个设计是第一，它符合金金的性格，它也符合就是白小雨的性格，同时契合了这两个人的那种人物关系。我们跟所有年轻人一样，我本来想跟他说留下来，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出来的开始用餐却是要走。妻子去楼下陪女儿练琴，她非常确信。王晶晶，我想看看你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那我们一起努力嘛，我们一起努力回到最开始的样子。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最喜欢就是你的城市，城市的人能坏到哪儿去啊？王姐姐，我是不是又把你弄丢了？能够坚定不移的爱一个人，足够惊天动地。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